我刚才不要打到这个干冰器啊，因为通常在篮筐底下干冰是球进之后好像出现一些问题啊，因为连续让李佳瑞有转移之后的大空档。李谦空档的机会，三分球进，看一下这个传球出手的时间也把握的蛮好的。哇，在这边进来的是 My Single Jerry。再来看一下这个配合，空切进来，又是利用速度哦，打辛巴还没有回来。对，单臂干净利落。因为当巫师对位到去其在 SBL 拿到最佳第六人的时候，当时他效力的球队就是勇士。Single Jerry 三分球进，哇，对，刚才的判决并不是很满意哦。包括好这边的突破被辛特利盖火锅，你以前才会知道事情的真相吧。快速的倒传，又是 Single Jerry 三分球，哇，漂亮的给球，辛特利助攻，戴泽夫两分放进口。事实上他们在整个加油还有整个气势上面，其实跟第二节比起来可能第三节活了过来。但在这边有 My Single Terry 慢慢的缩小，下一步之后的出手实在是太稳了，好轻松哦。给你踢，别抓，哇，这个抛投，哇，我辛巴这次回防的很快啊。Single Terry 三分球再进，外围三分球这次没有，麦抢到进攻篮板，再补进两分。再来看一下这个进攻篮板，那曾文鼎呢刚好帮忙卡位，所以非常轻松的两分拿进，刚好顺势做一个卡位的动作，帮辛特利清出了空间。哇，怎么样都能得分呢、啊？好，决定把节奏放慢，又是一个中距离 ，Single Terry 再拿分，三，哇，身体的对抗，可能要宣告这场比赛，勇士要拿下胜利了。篮底下 ，Mike 又轻松得分。